拿棍子赶他都不走。看小乌又飞来地里找什么东西啊，这两天不停的叼东西筑窝，叼了蚯蚓飞回家了，看叼回家里这里了。哇，你看他把这里搞得那么脏，叼出去走，搞这么脏，走，叼一些脏东西回来，想干嘛？他想叼进保温箱里来。走，丢掉。你看，脏死了。走，丢掉。他不舍得丢啊，又叼回去，服了他了，拿棍子赶他都不走，赶他就跟我转圈，丢掉，我都把门关上了，看你要怎么进去，他还想找地方进去。他叼了好多脏垃圾回家，害我挨骂。这鸟不能要了，谁要拿去养吧。放它也不飞走。对，来叼回你的鸟窝，随便你怎么弄，来。叼回你的鸟窝，随便你怎么弄，不准叼回家，听到没有？又叼个垃圾袋回来干嘛？这家里都不适合住窝，你叼回来干嘛？叼到你三楼阳台的鸟窝里啊！我服了你了，这里没有地方住窝，看他要干嘛？他想叼进这个保温箱里，他想在保温箱里面住窝。看这里有个洞，他想从这个小洞里面进去。又叼了一根鸡引毛回来，这两天放它出来拼命的叼东西做窝，今年没有孵出小鸟，它好像很着急啊。走，叼到你三楼阳台去，这里不适合做窝。到处找地方做窝，服了它了。